好，我要说一顿话，因为 Isabel 很想听我说中文。首先呢，我就想说，我不穿一个 AFS 的衬衫，因为我很喜欢 AFS。我穿这一件，因为我现在有很多 AFS 的衬衫。还有这件是我的睡衣，现在5点钟，我快要去睡觉。还有，我觉得每个有机会的孩子去旅游，世界这么大，你要去看看。我一个秒钟都不后悔我今年的留学。一个诗人曾经说了，最难的不是离开，就是选择离开。拜拜。